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少林五虎群羊刀。五虎群羊刀是少林武术套路器械当中最具突出代表性的一个套路，它在这个少林寺四八般兵器中占比较大的比重，它可以由一个人练习，也可以由五个人练习，乃至于增加为八个人同时练习这一个套路。那如果要是五个人或者是八个人来进行同时练习这一个套路的话，那是相当复杂，配合度相当高，难度大。所以这个五虎群羊刀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人练习的也就少了一些了。他这个动作节奏明快，练起来要求刀挥舞起来呼呼生风，有点烧皮砍料扎等动作组成，他练起来颤头过脑，有腾空踹，有代表动作在马蹄凌空后翅，练出来相当凌厉。大家知道在过去我们中国备受外辱欺凌，有一些外国海盗强盗侵略我们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那么当时的国家兵力不足，就请我们少林寺和尚去边疆挂帅出征。因为出门行兵打仗很不方便，带着比较长的器械，我们少林寺武僧出去一般就要带一把柳叶单刀用于防身，用一根棍，我们通常叫气眉棍，又叫烧火棍，携带在身上比较方便。而且这两种器械运用起来都比较随便自如，所以深受当时各阶层人士的欢迎。那它的威力呢又相当强大，以至于到现在很多人练习少林功夫还是仍然喜欢练少林棍或者是这个少林单刀。现在我们要练习的五虎群羊刀是像柳叶形状，所以又叫柳叶单刀。那么下面呢，我先给大家完整的先演练一点，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我们进行少林五虎群羊刀的演练和讲解，为了方便学
学习。我现在先把这个芜湖群羊刀分为四段，为大家进行讲解和演练。现在我先完整地把第一段给大家演练一遍。第一事儿，自然事儿，自然站立。接着开始，七章运气。由于现在我们是一手拿器械，一手是空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七章就需要单张七章运气。右张悠悠向外向上画弧，放在自己的胸前，调整呼吸，目平视前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七张举起。下面我们把七张举起的踩面再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跨步抱刀演练讲解。由现在并步站立姿势变为右脚向前跨一步呈右弓步，同时左右手在自己身前向外再向前画弧一周，交叉放在胸前，持刀手左手摘上右手摘下，这个时候目平视刀尖处。我们一起来做跨步抱刀，我们一起来做侧面动作。下面做下一个动作，跳步飞刀穿掌。由现在右弓步姿势变为两脚同时向前向上方跳起，两手向两拆伸展，接下来落成右弓步，右手向右前方按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跳步飞刀穿掌，一起来做跳步飞刀穿掌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高虚步亮掌。右脚收回，左脚向前上半步，同时右手在自己右踩画弧一周，左手同时也向外向里画一周，右手举过自己的头顶，左手放在自己的左大腿外侧，目平视前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高虚步亮掌，我们一起来做高虚步亮掌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直燕双飞演练讲解。这个直燕双飞练习是比较容易，但是用于教学我需要一步一步给大家讲解，这稍微有点难度。先第一个两手拔，接着落下来，左手在里右手在外抱住，再接着第二个动作，两手向两拆同时伸展，左脚向前面弹出去，叫做直燕双飞。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日燕双飞。直燕双飞侧面动作，下面呢我们进行二七脚野里长滑眼脸降阶，因为它是过渡动作，所以我要分步地进行眼脸降阶。它是先从直燕双飞开始，提脚接着转身，二七脚落下来，野里长滑，大家一起来做二七脚野里长滑。我们来做二七脚野里长滑侧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倒步后摔掌，由现在野里长滑姿势变为双手在自己身前轮背一周轮起来，左脚先向左方跨一步，接着绕再上右步，之后左步倒回来，同时右掌向后摔，左手抱刀放在自己的腰前，目平视右前方。我们一起来做倒步后摔掌，侧面动作，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倒步后摔掌的背面动作。进行下一个动作，三步连环砍刀，由现在的倒步后摔掌变为开始身向左转，这个时候左右手开始接刀，接住之后跨右步，连环砍刀，一砍刀再接着跳步换步，再砍刀，三步连环砍刀。我们一起来做侧面动作，现在我们进行第二段的演练和讲解。现在我先讲第一个动作，波涛巡射，右脚不动，左脚向右方跨一步，同时右手抡刀，由自己的头后绕头一周，叫做缠头过脑，之后落下来波涛巡射，一二，一起来做波涛巡射。我们做一下波涛巡射的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缠头过脑，拱住长刀，起身
右脚向右方跨一步，同时右手抡倒一肘，在自己的头顶绕一肘，接着落下来变成右弓步，左手向前伸，右手拉倒躺在自己的右腿外侧，目平视前方。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我们做侧面动作，下一个动作岔滑步，紧急独立，由现在的姿势变为右脚向左跨，倒向右扫，接着左脚再向右跨，二抬合，第三再向右扫，右脚向左跨，第四步左脚抬起来，同时倒在自己的头顶，右后向前绕一肘，叫缠头过脑。接下来踢左膝，扣脚尖，出左手，右手握刀撑在自己的右身后，目平视前方。一起来做岔滑步，紧急独立。我们做一下岔滑步紧急独立的侧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左右撩倒凌空后翅眼睛和将近，由现在紧急独立姿势变为左脚落下来，同时右手握刀，先向身体左踩撩倒，紧接着上右步倒绕一肘，向右后方撩倒，再接着停下来，先动右脚向左方稍跨一步，接着左脚跳起来，左右手向两踩，猛然伸展，赤地后脑，注凌空状态。我们一起来做左右撩倒凌空后翅，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眼脸和将接，转身摸向，身向左转，跳步，向前看，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粘马蹄儿，弓步不动，左手架在自己的头顶桌前上方，右手握刀向自己的右腿后下方稍出，侧面动作，我们进行第三段演练和讲解，现在我先把第三段为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倒轮倒瀑布十斤。这个倒轮倒要在自己的身体前方倒绕两周，一二，接着第二个绕倒之后向左转身跳，跳下来做瀑布。我们一起来做倒轮倒瀑布十斤。我们做一下倒轮倒瀑布十斤的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闪砍刀回身千尺，由现在铺地十斤变为起身，成为右弓步，同时右手握刀，先砍向自己的右柴，一之后二料，第三再砍右柴。此时刀砍到这个程度，身向左转跳向前尺做右弓步。一起来做三砍刀回身前尺。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闪无花。闪无花首先右脚收回来，这个右手握刀在自己身前转一次，转三个阿字闪无花，同时配合左手看一个八两个八三个八，到最后第三个落下来。一起来做起身斩无花。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右转身一周紧急独立，左脚向右跨一步，右步倒步，左脚再起步，同时右手握刀绕自己的头，右后向前绕一周，同时左手右刀背内拆推出去，右手拉刀放在自己的右胯处，拇平视前方。我们一起来做紧急独立。我们一起来做紧急独立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脚低磨刀，右脚咬马过河，沿脸将接，由现在紧急独立姿势变为左右脚向前跳跨，同时右手握刀由自己的双脚脚面下边磨过去。我们一起来做咬马过河。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转身野驴长刀，由现在的左高虚步变为右脚向上跨，同时右手握刀在自己身前向左绕一周，同时刀颤一下握在自己的右腋下背后，左手抱拳放在腰间，拇平视前方。
我们一起来做专神业力倡导。一起来做专神业力倡导。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又十指拆脚讲解，由现在的左高虚步变为左步落下来落实，右脚弹出去，左手击打右脚脚面，一起来做右十指拆脚。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旋风脚三转身烧刀，由现在的右虚步姿势变为身向左转，同时做旋风脚烧刀，一二三，我们一起来做旋风脚三转身拦腰烧刀。我们做一下侧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第四段，现在我先把第四段为大家完整演练一遍。下一个动作三刀步劈刀，由现在的弓步变为右脚稍微先动一下，接着左脚向后倒，接着右手握刀在自己身前，由头后向前绕一周向后劈，这是一劈刀。第二，再重新先到右步再到左步，同时这个右手握刀由自己的头后方向前缠头过脑向后砍击。第三刀仍然是重复前两个动作，一起来做三刀步劈刀。我们做一下刀步三劈刀的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转身右弓步劈刀，身向左转，同时跳步变成右弓步，右手向前探刀，左手向后伸。我们一起来做转身右弓步劈刀，我们做一下转身右弓步劈刀的侧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虚步砍刀，这个虚步要伸向背后先动
右步，右脚向右方撤，同时左脚向右前方上步，变成虚步砍刀。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虚步砍刀。我们做一下拆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转身右弓步劈刀，身向左转跳步，仍然和上一个动作相同，为弓步劈刀。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做一下弓步劈刀的拆面动作。进行下一个动作，顶步撩架，由现在的右弓步刺刀变为右脚向左脚靠拢，同时刀胸前下方向上方画弧撩架，放在自己右手臂外侧拇平视右前方，左手护住右手手腕，一起来做顶步撩架。我们一起来做侧面动作。进行下一个动作，斩颈摸象。这个需要向左转身，同时右脚先动，在很小的范围内动三次脚，一二三，第三步接住，第四步左膝抬起来，做金鸡独立姿势，左手上架，右手握刀，向上摸对方的脖子。我们一起来做斩颈摸象。我们一起来做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右弓步劈刀，左脚落下来跳步，仍然变成右弓步，左右手向两侧伸，右手向前方砍击，一起来做右弓步劈刀。我们再做侧面动作，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红烧千军，刀经自己的头由前向后绕，先烧左边放在自己的左腋下，接着再回身抽刀向右方砍击，做红烧千军。红烧千军侧面动作，好，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手刀。这个手刀动作稍微有点难度，它中间要撂刀接刀，同时手右步，右手把刀摔出去，左手翻接刀。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慢的动作，接着这样接过来合掌。好，我现在再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我们一起把这个手刀做一遍。我们把侧面动作再给大家做一下。